吃这个 pan fried codfish in soy sauce OK 吗？什么？哎呦，就是香煎银鳕鱼吧、哦、请我们的观众记住这一道菜的英文名字 pan fried codfish in soy sauce 香煎银鳕鱼，你记住了吗？不要忘了，接下来会有更好吃的东西，不要走开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。春天来了，今天呢给您介绍一个春天的菜肴，还是那句老话，解密餐馆招牌菜，窍门一点就明白。而今天呢，我们不是一般的人点这个窍门，是大师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青菜豆腐保平安。春天啊，尤其的要多吃素少吃荤，多吃荤的话胆固醇会增高。今天呢，我们这菜肴的名字就叫做炸豆腐丸子。有请我的师傅铁刚，李铁刚高级烹饪技师，天天饮食厨艺指导，今日推荐炸豆腐丸子。我们娓娓谈完，先介绍主要辅料。主料呢当然是豆腐，豆腐，然后呢有一点肉末，哦，瘦肉末，哎，然后呢我呢又给加了一点这个培根，哦，培根，对，还有就是熏肉的感觉，哎，让它有一点熏肉的香气，对对对，这是面包糠，这边呢加点料酒，哎，盐、味糖、料酒、香油，哎，还有五香粉，哎，对，好，这样的话我们第一步怎么做呢？哎，第一步呢，咱们先要把豆腐啊，给它捣碎，捣碎，啊，第一步把这些料给它捣得细小，你看啊。这个豆腐，这个豆腐啊，我建议大家啊，是咱们北豆腐，北豆腐啊，为什么呢？北豆腐呢比较结实，比较结实，哎，南豆腐呢水啊比较多，对了，哎，不容易成型，炸丸子，哎，北豆腐呢虽然显得粗糙，但是您抓碎以后，你看没有，哎，也很细，对，哎，因为它含的水分少，对，哎，这时候呢，把这个肉末呢，哎，也放进去，混合进去，啊。还更好，因为瘦肉它比较缺乏水分，哎，豆腐呢一中和合适，对对对对，就合适了，补充它的水分，对了，更容易成型了，你看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熏肉哦也放进去，培根粒，这个时候呢加一些盐，盐入入底味，好，把这点点糖点到为止，哎。味精，味精，好，胡椒粉，哎，然后料酒，料酒呢可以多放一点，对，去肉，没事，哎，您哎呦放这么多料酒，会不会散啊？哎，其实不会，因为咱还有面包糠嘛，对对对，哎，香油，香油，我呢再加入一些，哦，这个。花香或者就是咱们的香菜，还有西兰花，我看看还有哈、啊。哎，这个西兰花呢是摆盘用是吧？为了就是配菜，增加一些这个蔬菜在里面。好啊，然后呢，把这面包糠加里面。哦，啊，这面包糠一炸的话，它很疏松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呢，它吃起来呢。就会很松，口感很好，哎，外焦里嫩，哎，入口呢就会散，如果呢，有的这个老年朋友呢说，哎，我想吃一点粗粮啊，你可以加一些玉米粉，对，绿豆粉啊，然后像这些，哎，都可以，哎，都可以，哎，或者呢，也可以把这个像芝麻啊什么的。搁在那，放在里面，对，都可以。粉丝头啊，什么都可以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或者胡萝卜粒啊，啊，细一点啊，只要您喜欢，都可以。哎，都可以。好，这样呢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我给您点火吧。好，好嘞，您给我点火。倒水，倒水，咱点点油啊。行，好嘞。这个
我这徒弟快出徒了，所以我就主动的抢着干了。水开了以后，我们就焯烫这个西兰花。哎，好，您这焯着西兰花，哎，我呢，把这个啊，豆面啊，哦，豆面，哎，给它加点水，哦，和一点，哦，和一点豆面放在这里面，一个呢增加营养，二一个呢增加它表面的这个光滑度。哦，啊，您去，沸水啊。你看，铁哥，嗯，这颜色，哎，跟油画啊，碧绿，对。一煎开就能捞出来，我觉得这豆面一加还增加粘度了。哎，嗯，对，而出来以后它更加细腻。对啊，对对，嗯，把这捞出来备用。好，你看倒多少油？快一点啊，快一点，油温差不多了。嗯，这时候呢，咱们把这个第三步该炸了，炸了。嗯，把这丸子好挤挤它。好，然后嗯，哎，不要动它啊。只要油温够了，把这火啊给它稍微的关小一点。好的，哎，油温够就可以。好，咱们炸完了就可以这么吃。哎，但是呢，我建议呢，大家呢就是说可以啊，炸完了以后啊，给它哎弄点汤，好，烧一烧，炖一炖，或者做成汤菜。对。其实呢，炸这个丸子啊，不需要很多油。对，啊，好嘞，看到没有？哎哎，我看行。啊，这个颜色基本可以了。哎、好，来了，等会儿关火、哎，咱们把它倒出来。好嘞，漂亮，和咱这个庆奥运还有关系，鸟巢啊，这绿绿的丸子都是咱们取得的金牌，嗯、里边都炸透了。哎，而且您看呢，外酥里嫩，有绿的，有红的，嗯、有白的，哎。还得从头收拾啊！哎，我给您啊复述这个呢，主要是哎，先把豆腐捣碎，捣碎。哎，建议您呢是北豆腐，北豆腐。哎，捣碎呢，然后把肉末啊，这个熏肉啊，哎，然后加入底味，底味。哎，哎，然后给它和匀。哎，然后呢，再加入面包汤，面包汤，加入豆面糊。第三步该炸了，炸了！哎，老少皆宜，哎，希望您试一试。哎，谢谢李老师，明天早上一套节目，天天饮食，老地方、老时间、老朋友，咱们还是不见不散，再见。再见。这菜讲究淡妆浓抹，保持食物的原汁原味。清汤鱼圆正是其中的代表作。明天来自杭州的谢军师傅将告诉您如何在家做鱼圆，千万不要错过。